怎么回事？走，过去看看。 你是谁？我可以解释的。果然有同党。这不关我的事。哎，你们怎么不听人解释呢？ 神九臣，怎么跟书上说的不一样啊？ 我救你出去！不行了。
见，不愧是魔君的坐骑。好在你认识这半道。今日你就要炼化在这里，把你的血骨还给魔君，魔君重见天日，再掌六界。住手！他都已经这样了，你别碰他。你是谁？昆仑山的小仙娥？杀你！禀报王母，我们发现后门守卫皆已毙命，想必是那营救吞天的妖女所为。一战神损，王母息怒。各位仙友，有谁知道这妖女的来路吗？这小心不知啊。我都给我去找，就算找到天边，也要把这两个妖魔给我抓回来。他们好像没有追过来，你快把我放下来吧。难受吗？他不是难受。又是你？他被化生水泡了7749日，而今日就是他的死期了。真没有想到你们俩这么有缘。吞天本为混沌所生，未开灵智，没有善恶，他被魔君收为坐骑，而他只认魔君。今天你们注定要死在一起。
分。师傅去哪儿？找林夕去呀！找他干嘛呀？你还敢说？让你看个人都看不住，我头里怎么养了你们这么一窝窝的狒啊？给我起来，接着跪！自己都一块骂进去了。原来魔君要找的人就是你。我要帮他预购疗伤，不要让任何人进来。是。我去找师姐。别白费力气，这伤是魔刀所伤，找谁来都没有用。用心力没有办法让他好，只有慢慢休息。是谁伤了你？我找他算账。那人能将我重伤致死，你又能拿他如何？我不管，谁敢欺负你，我找谁算账。傻瓜。吞天兽为救我而死，神尊为救我而伤，怎么谁遇到我都没好事？怪不得你要将我逐回桃林呢。吞天兽并非因你而死，他早已入魔，那日原本就是他的死期。可是他对我很好。他在对你好之前，是魔君的坐骑，杀人无数，很多像你这般大的女子，都被他所伤。
圣尊，我闯祸了，对吗？我知道，我闯祸了。你愿意再回桃林吗？还是愿意待在从济院？可这里什么都没有，没有你爱吃的食物，没有你的亲人，你的朋友，除了我，没有旁人。你愿意？愿意。那我这次留下了，就不会再走了。就算你说不喜欢我，我也会厚着脸皮，赖着不走的。你赶我走，我也不走。不跟你走了。要咄咄逼人，你已入魔，我是战神，无怨无仇。我族被奸人所害，我为他们报仇，有何不可？报仇的方式有很多种，你要做魔的棋子，便是自寻死路。说得真冠冕堂皇，我知道。也是为了那个小丫头，只要她在，魔君何愁负伤？亲，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这四海八荒谁不知道战神眼瞎的看上你？你们迟早都要成亲的。林夕，你不喜欢神尊吗？喜欢。那你不想跟他长相厮守啊？想。但他现在昭告天下要娶你，你为何不开心啊？他呀，这是欢喜的傻了。我知道了，这一路以来走得太艰辛，所以幸福降临的时候，我们林夕有点手足无措了。林夕，
你要成亲啦，我请你喝酒啊。这是我的酒，谁允许你拿我的酒做人情？给我。啊，这是我的酒，这是用我头发酿的，就是我的酒。你还来劲儿了？你知道什么叫成亲吗？我当然知道呀，成亲就是授粉，两朵花授粉之后就能结果子。不过你们一个是龙，一个是凤凰，你们不能结果子，你们只能生蛋。林夕，喝酒，来，我陪你喝。我也陪你喝，来，你快点儿。哦，好，我喝，来，来。好酒。林夕，哎，我说了叫你慢点儿，小心。我要去找九晨。哎，别靠这儿。我不要你，我九晨。战神，神尊，九晨。战神，那个林夕喝多了，我带他回桃林吧。没事，我带他回去吧。可是，九晨抱抱，抱抱。去哪？回天溪宫。我们去从极渊，好不好？好啊。哎，他们干嘛去啊？我哪知道。喂，程燕，等等我呀。不要。怎么喝那么多酒啊？干活干活，不然会着凉。听话啊，乖。我去帮你取解酒丹。不要。你乖，我去取解酒丹啊。不要。我不要吃什么解酒丹。花良辛辛苦苦长的头发，程燕辛辛苦苦酿的酒，我辛辛苦苦喝了那么多，才不要吃什么解酒丹呢。还是从今远好，没有十三，没有雨里，就只有我们两个。你喜欢这里？很喜欢很喜欢。以后我们成亲了就住在这里好不好？你可是答应了。不过是你主动的，你要负责，不许反悔。我怎么今日看你更加好看了呢？给我隐约的快乐。
与你在梦呀星河，你却已流成我此生的泪波，怎快活？昨天晚上，你别说了。这个本来想在你卸任国主之后给你，看你那么着急，现在就给你。婚书。谁着急了？我急，我很急很急，一天都不能再等。主，该用膳了。这么快，本君看书竟都忘了时间。你让他们把东西放下，就都回去吧，这里不用伺候了。是。神尊，灵犀尚未卸任国主之位，暂且无法过礼，但我们还是先备好了。这里有小礼36件，中礼64件，大礼120件，金器200，玉器600，法器80，神器40。这几件是何物？这叫六正，嫁娶之物。俗话说，三媒六正，指的正是此物。马鞍，马鞍与鞍字同音，取个长久平安之意。
大婚当日把它放在门槛上，新娘子跨过去，预示着一世太平，和睦安乐。本尊见凡人婚嫁亦是如此。是，凡人的婚嫁习俗也来自于我天族。这说起来，天宫许久没有办喜事了，这一次神尊大婚定是六界同喜，到时候就连凡间的得道修行之辈也会前来天宫祝贺的。神尊，大婚当日灵犀应该已经卸去国主之位，到时候我天族迎亲队应该会前往桃林迎亲，但不知是迎来福音殿还是迎往从吉渊呢？还是从吉渊好，没有十三，也没有玉璃，就只有我们两个。神尊，从吉渊吧。是。神尊，老仆看殿中多了许多婚嫁之物，可是神尊好事近了？是啊。哎呀，神尊大喜呀，老仆恭喜神尊。神尊，老仆亲近得了两壶好酒，要不要尝尝？好呀。神尊，成亲好啊。神尊将来再生出个娃娃来，那咱这从吉院可就热闹了。是啊是啊，你的日子热闹起来，那可是长长久久，圆圆满满啊，热闹起来了。天尊，此非易事，你我必须商定之后再行决定。恐怕魔族不会再给我们商议的时间了。当年封印幽冥之门就是本尊。战神到。天尊，九臣拜见天君。见过师尊。九臣来了，这是山林国主的奏书，林夕他举荐山林族场庭仙君接任国主一职，日后不久就会正式送上诏书，还望天君先行过目。本君已经听你师尊说过了，
灵犀准备辞去国主之位，接下来就是你二人的婚事了。是。平身。九臣呐，人家为了你连一国之主都不做了，你可要好好的善待人家。九臣明白。另外，臣特来向天君告假，举荐天雷真君代替臣接管战部之事，还望天君恩准。这是喜事，本君准了。谢天君。九臣，大婚所需之物准备好了吗？正在准备。你是战神，地位显赫，大婚之事不可草率，本君一定会送你一份大礼。多谢天君。九臣，你先去吧，我和天君呢有事要商议。是。神尊，请。白善行军。啊，天尊最近常来找天君议事吗？是，已经连着好几日了，也不知道在聊什么。每次天尊来，天君都会屏退左右。师兄，师兄，师兄，一千年已经过去了吗？青瑶呢？青瑶为什么没有来接我呀？云峰，有一件事，我要你帮我。师兄，你别再开玩笑了。不是我，便是师尊。师尊这一生守护六界，你我都是师尊的弟子，这个时候难道有师尊冲在前面？那我去，让我去，本身我的雷击之行就没有结束，正该我去才是。你不行，法力不足，去了也是无济于事。那你怎么办？你会困死在里面的。我是战神，守护六界，驱魔除妖，本来就是我的责任。那灵犀呢？灵犀怎么办？你刚刚还跟我说你们已经互换了婚书，他也奏请了天君，山灵国主之位另请他人。你走了，以他的性子，他会安然放手，任你永镇傅灵渊下吗？所以我要你帮我，我要你假装成是我，继续留在天宫，断了他的心思，装作颓废待政的样子，将战神之位交给天雷真君。
你早就想好，甚至说服了天君，才拿来赦令放我。云峰，你记得师父曾经跟我们说过什么？处世已至，立身已勇，修心已仁。我俩都是天尊山的传人。太平之时，我们可以风花雪月、逍遥度日；危难之际，我们便要挺身而出，护佑苍生。灵犀，他也是苍生中的一员。若魔族倾巢而出，山林族首当其冲。我护佑苍生，也是保护了他。若有一天，他知道了真相，定会明白我的用心。神尊，这是神尊所需的迷神丹，比我上次在紫云台用的迷雾药效更烈，即使迷昏上仙，也只在弹指之间。若是像本尊这般修为的呢？神尊仙法超然，这世上恐怕很难找到能迷晕神尊的药物。不过维持个两三息，应该还是没有问题。不知神尊要这迷神丹有何用？磨练心神，多谢一观。何方小贼，竟敢偷偷折我桃林的花枝？你怎么在这儿？这话应该我问你才是吧？你怎么来了？找我啊？找你师姐，有一些医道上面的事情要请教她。那你要走了？嗯。那我送你吧。本想去山林族看你，没想到在这儿遇上。你看我做什么？想我啦？可想你了。啊，天君可收到我的奏书了？他可答应了？嗯。凡间水患严重，妖兽作乱，我们山林族也受到了波及。等这件事情平息了，我再与群臣公布此事。好呀。逐日鸟，林夕，什么呀？我若死了，记得要找个对你好的人。什么？我比你大几万岁，肯定比你先死。你胡说八道！你要是敢抛下我，我就把你给忘掉，生生世世都不再记起你。我现在可是上神，我又是当过国主的人，还有像我这样，找什么样的美少年没有啊？我到时候气要把你给气活过来，你听到没有？听到了。你说，时间怎么过得这么慢啊？我们才分开几天，我就已经很想你了。等我们成亲之后，搬去从吉渊住，好不好？那
花寮占了我的房子，我在桃林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。好啊，不过从吉渊好像过于冷清了，家饰摆设什么的得换一换。我还想种一株桃树，就怕从吉渊太冷养不活。那你可不可以帮帮我？当然。凡间的鸡可不可以拿到从吉渊养啊？没问题。那我们就养一窝鸡，让它们生蛋给我吃。你可得给我搭一间厨房，我可是日日都要吃饭的。我想想啊，还有什么事来着？我都忘了我过来干什么的了。我是来找我师姐取布料的。取布料？琼黄火蝉吐的丝，织的布，艳若朝霞，是做嫁衣最好的料子。我想自己给自己亲手做一件嫁衣。你喜欢什么颜色？你怎么了？今日看起来怪怪的。没有啊。对了，长生节带在身上了吗？我日日都带着它。放在我这儿吧。为什么？想你的时候我可以看着它。油嘴滑舌。好啦，那我先走了，你早点回去，我忙完这几日就去福云殿看你。走了。我走了，等我。一生一世，一生一世吹落相思雨，你走一夜一幕一世界没有你，如果答案没有题，如果有眼睛，那你可愿一生照料我，陪伴我，绝不抛下我？你只能喜欢我一个，你不可以三心二意，不可以见异思迁，也不可以多瞧别人。啊？你只能喜欢我一个，你不可以三心二意，不可以见异思迁，不可以多瞧别人。关主不好了，云峰上神的石像碎了。怎会这样？我师姐呢？已经派人去通知了。师姐，怎么会这样？他这是怎么了？云峰，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云峰，云峰，他不是上神吗？他怎么会死？哎呀，青瑶仙子，
我们也并不知情啊。云峰，此事这……云峰，师姐，我不信，我不信，我不信，他不是杀人魔，他怎么会死啊？师姐，我不信，云峰，云峰，我不信，我不信，云峰，我不信。我不信，云峰。这心与剑始终的伤口，失明了太久。我用这一走翻开星空，真实的血肉。多少次对镜上楼，转眼又惺忪。将如期的我，走成了琥珀。这么死了，连句话都没有留给我，就这么悄无声息地离开我。师姐，你别这样，我知道这些年我一直冷落他，一直都不搭理他，他嘴上不说，心里一定很怨恨我，所以才会用这种方式来惩罚我，让我永远都记住他，对吗？师姐，不是的，不是这样的。云峰。
风，云峰，云峰。我真的看到他了，云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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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希望通过这次的事情，你也能像你的师兄一样，担起自己的责任。云峰明白。云峰，青瑶衣冠，云峰，青瑶衣冠，青瑶衣冠，青瑶衣冠，青。云峰上神，你还愣着干嘛？快追呀！青瑶，青瑶，青瑶，你打我吧，你把我打死了，你就不用这么伤心了。你为什么要骗我？我在石像前等了你一年又一年，这些年我日日盼着你，念着你，对你来说这不过是一场梦，可是对我来说却是无尽的思念、折磨和煎熬。你怎么忍心骗我的？你为什么要骗我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那一个人带着无畏的口吻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。叫人心疼，叫人落魄又失魂，我都愿意。太忙得很，请用而下的认真。九成，你出来。林夕，沈村可能。林夕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这是跟沈村吵架了？你吵架了，你也不能动手啊！再说了，你动手你也打不过他。哎呀，你消消气呀，林夕。九成，你今日若是不给我一个交代，我是不会回去的。你要什么交代？这封信是什么意思？信上已经说得很清楚了。清楚，无非良人实难相配，亲本佳人莫误此生，这就是你所说的清楚。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啊？你是不是要做什么危险的事？可是与今日云峰之事有关。九晨，你与我说过的话，你都忘了吗？我如今已经不是当初的桃林小仙了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都可以与你一起面对。你若是有什么苦衷，你告诉我，我们一起想办法，好不好？
我没什么苦衷。那是为什么？你说话呀！你说话呀！林夕，当年你在凡间，本尊曾亲自下凡，渡你一世情劫，助你登上上神之位。而对本尊而言，你也是本尊的劫。如今，本尊尘缘已断，劫难已消，即日起就要闭关休息，参悟这天地大道。而你私情，已经不在本尊的心中。我不信，我不信，我不信。那是你的事，林夕。缘聚缘散皆有命数，你莫要强求才是。九成，你开门啊！九成，九成，你开开门好不好？开开门好不好？你开门啊，九成！什么事你告诉我。没用的，你帮不了他的。他是遇到危险了。他可还活着。你说话呀。事情就是这样，师兄怕你知道真相之后会做出傻事来，也怕这六界的余孽到时候会有异动，所以命我以他的样子行走在六界天宫之中，直至六界安定，直至你淡忘了这段情。那他可有留下什么话给我吗？没有。我早该知道，你便是这样。在你心里，责任比天高，比海深，比什么都重要。你是战神，你做的决定不会改变。你用生命守护天地苍生，又怎知我就会儿女情长地拖住你？你就这么走了，连句话都没有留下，你当我是什么？你当我是什么？
来去，没安排我们的相遇，那掌心的吻也许无路可去，真心纵然了无迹，繁星也含蓄，爱是凡人不懂的天机，长在皮肤的命里，心动轨迹都转心意，因为你你来的，你不知道这里什么地方吗？你怎么可以来这里？这上面写的清清楚楚，良缘永结，白首相携。就这，你不能抛下我。在时光的流逝中放下他，我错了。你宁可跳下傅凌渊，也要和他在一起。十三仙子，请留步。我来找灵犀国主，为何不让我进去？长亭国师刚刚下令，不许任何外人进入，还请十三仙子见谅。封闭界门，为何？不清楚。啊，不过国师刚刚匆匆去了天宫，仙子若有急事，可去天宫寻他。你。景修，你还没死，回来干嘛？来拿回属于我的东西。
界方向摩奇斯野。又要出事，韩长开阳，在，你们去幽都山看看。是，子宫方城，你们随国师去山灵族看看。是是。修，你们在这里果然是很晚。你已入魔。什么是魔？逆行盗师，残害无辜，弑君叛国，便是魔。这便是魔吗？让我来告诉你，什么是魔。欲念是魔，迷惑是魔，贪望是魔，杀生是魔，偷盗是魔，妄语是魔，邪念是魔，贪婪奸诈，怨恨偏执，傲慢无垠，幽谷业障，皆是魔。魔无处不在，无所不包，连你们的虚荣伪善也是魔。从魔魔就在你们的心里，每一个人都是魔。阿嬷，你就是我的心魔。锦修，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，回头是岸。我就在岸上，何许回头？无需多言，明晚不离。旧臣，你就是杀死我，还会有新的魔君。魔是万物苍生的恶念，你能将这天地间千千万万的恶念都斩尽吗？那就回你的魔界，做你的魔君吧。
林夕，快封门！你出来，出来呀！他做不到的，他痴心爱你如此执着，怎么忍心将你送入魔界呢？他做不到的。林夕，快，相信我，我会想尽办法回来的。我是天族战神，不独是你一个人的夫君，你是山林国主，是亿万森林的君王，你难道要作诗群魔出界残害苍生吗？他做不到的，做不到的。封门，快！树影上心头泪尽头，城市光倒流，一瞬间看透，一场欢喜一场空，可免不了愁，难信我。我们已经拜过天地了，你不能再抛下我了。我们被困在这四方之地，我如何能跑得下来？那我不管，世事都难料，我要你发誓，发誓你此生此世都不再离我而去。我不会离你而去，我也从未真正抛下过。不论发生什么事，不论我在哪，只要我还活着，只要我一息尚存，我就会回去，回去找你，回到你身边。你是何人？花烟，你认识我？不对啊，我没见过你。你是何人？为何擅闯这福音殿？你不知道这里是上一代战神的居所吗？你是仙？自然，我本是凡人，刚刚修习得道，才飞升成仙，被分到浮云殿中来的。你本名就叫花烟吗？不是，是一个唠唠叨叨、整天抱着鱼缸的神仙给我取的。俗是俗了些，不过听着挺顺耳的，就这么叫着吧。你笑什么？你还没告诉我呢，你是何人？为何来此？我是这里主人的妻子，也算是这里的主人吧。我为何不能来？啊？没人告诉过我这里还有女主人啊。娘亲娘亲。念儿怎么啦？念儿里里外外都找遍了，也没有找到爹爹呀。娘亲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你爹爹去了很远的地方，要过段时间才能回来呢。这此间主人的孩子？自然。你是何人？为何住在我爹爹的殿中？花了姑姑与我说过，除了我娘亲之外，所有靠近我爹爹的女人都是坏人。你也是坏人吗？我自然不是，我是这福云殿的管事仙娥，名叫花烟，来自下界，是十方山白渊洞包锁柱包真人的亲传大弟子。包锁柱朱自在的徒弟？嗯，你认识我师祖？你与这福云殿还真是有缘啊，你就好好在这里守着吧，若是有事便可去极北从极渊找我。我叫灵犀。哦，也行，反正你也知道我的名字和住处了，你若有事
也可来这福音殿找我。你这一世啊，性子倒是变得爽朗了许多。什么？没什么，那我先走了。嗯，念儿，走吧。娘亲抱。娘亲抱抱。啊，哎呀，乖，乖。今天是十三的化形之礼，我们还需早些到才好。好在十三是鲛人，濒死之际魂归鲛珠，尚有化形之际，否则可能就真的死在那一战了。是啊。又在担心灵犀吗？他今天也会去天宫观礼的。我们也去吧。娘亲，今日就能见到你常说的那位十三仙子吗？嗯，今日就是十三仙子化形的日子了。嗯，灵犀，师姐。念儿，叫姨母，怎么样？这两天乖不乖啊？念儿，有没有想我呀？嗯，想了。可是娘亲不许念儿去桃林找你。为何呀？你还好意思说？你上次偷偷喂他喝酒了，他一睡就是二十日，哪有你这边当长辈的？哼，桃林的孩子哪能不会喝酒呀？是不是念儿？桃林的酒好不好喝？不好喝，叔叔不带你喝了。今日十三化形，怎么不见司命？哎，玉里，你说十三这次会是男教还是女教啊？十三仙子，走吧，念儿。司命，这是十三吗？他怎么变成这副模样了？十三做人的时候不怎么好看。这做鱼倒是挺好看的嘛，哎，不是说鲛人族是半人半鱼吗？这为何他这副模样哪点像人呢？按理说是这样的，也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。当年被锦绣所伤，险些死去，一番救治之后，就化成了一条鱼。也不知道今日的化形能不能成功。一定能成功的，这普通的鱼能活三百年吗？这十三啊，平常做事就颠三倒四的，做鲛人的时候可是疯疯癫癫。这时辰差不多了。见过吗？你们又是什么人啊？我怎么一个都不认识啊？没关系，慢慢就认识了。没关系，慢慢就认识了。
十三县长以前真的是个男的？嗯，匠人一族啊，他们300岁的时候就会化成人形，200年后他们还有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。鲛人族真好，你要若是个鲛人就好了。怎么，念儿你不喜欢做女孩子啦？你要想做男孩，长大后可以像开阳叔叔那样上阵杀敌，很是威风。只要念儿你喜欢啊，女孩子也是可以上阵杀敌的。嗯，可以吗？当然可以啦。娘亲啊，以前就认识一位女将，只可惜她心术不正，最后断送了自己。所以啊，念儿，你要好好的读书，要练好本领，将来长大后，不管想做什么都可以。真的，太好了！我要出去练功，娘亲，我要出去练功。好，去吧。嗯，小心点啊。起层层银光，在梦中你悄然掀起了皱褶，牵引着，牵引着。天空它带给我隐却的快乐，与你在梦呀星河，你却遗留成我死神的泪波。你又是何人啊？怎快活，我是念儿，你为何来我家？这是你家？对呀，我和我娘亲的家，我们在这等我爹爹回来。你是我爹爹吗？是啊。尽恩怨。
安心的。